有钢琴王子之称的林隆璇，以及被称为音乐精灵的黄韵玲，将于11月28日在 St. Gabriel Mission Playhouse 举行《当王子遇上精灵：林隆璇与黄韵玲》的演唱会。林隆璇与黄韵玲两人都是创作型的歌手，曲目除了80年代的老歌，其他都是两人的创作。演唱会还将使用本地的乐手、和音以及幕后制作。这一次是林黄两人首次同台，他们不仅仅会作曲，更会唱现唱。表演当中还有一段没有伴奏自弹自唱，而且互相挑战对方唱对方的歌曲。天下新闻也已经从周一开始在新闻当中赠送《当王子遇上精灵》的入场券。答对问题的朋友们，我们将以电邮、email 的方式与您联系，通知您来领取《当王子遇上精灵：林隆璇与黄韵玲》演唱会的入场券。大家好，我是林隆璇。最近我和黄韵玲老师要举办演唱会了，我们会带来非常多经典的好歌，还有我们自己创作的歌曲。我们的演唱会第一场呢是在11月21日在圣河西，第二场11月28日在南加。当王子遇上精灵演唱会，当林隆璇遇上黄韵玲老师，也希望在现场能遇上各位哦。